哎，妹妹，等一下，你刚刚拿了什么东西放在口袋里？没有啊，没有拿啊。嗯，我刚刚就有看到啊，我们这里有监视器哦。没有，你不要乱讲。我去调监视器给你看。被报警，叫你家人过来。好啦好啦，你不要报警啦。我可以不告诉你家人，你只要帮我一个忙就好。我们店里啊，最近进了一批学生的内衣，但是我不太知道款式是怎么样。那你只要帮我上去跟我们上去上楼拍拍照，就拍照就好，那确认后就可以了。来，走啦走啦，站在那边就好，不用什么特别的姿势，很简单，把衣服拉上来一点。可是你手再拿开一点啊。干嘛再动，我就把你的照片传出去了。跟你介绍，这是戴哥。来哦，我们来了。嗨，戴哥。来，来，我们一起去玩啊。哎 ，Sky， 我同学怎么说我的影片在网站上？你怎么偷拍？你干嘛上传？对不起，对不起啦，可能是我手机上传就不想偷录嘛啊，我不想按到什么键上传出去按。不用担心，我保证，我保证，我一定会负责处理。啊、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我会处理。啊，你看，你最近不是想要买那个什么新的包包吗？那、啊、我这边有办新的卡啊，你先拿去刷了，先拿去刷了。好了好了。你真的会处理？真的真的，我跟网站的人很熟了，我会请他去好好处理。防治条例、还有刑法、还有个人资料保护法都有做处罚的规定。至于彤彤呢，彤彤本来也是一个受害人，但是他却介绍了小伦去跟老板发生了性交易，这样子的状况是在《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2条也有对彤彤做处罚的规定哦。我们大家要注意到，彤彤其实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后续行为的不正确也是影响到他自己受害情节的认定。儿少安全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目标，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保护儿童青少年。拍摄儿少的裸照、私密照都是涉及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不论原因是什么，儿少都是被保护的一方。如果发生以上的事情，可以向家长、老师、警察或是 iWin 求助，我们都会尽力的帮助你。性侵害被害人的协助，我们会做一个评估，就是确认他们是不是有跟家防中心这边提供一些协助，那确认他们有提供协助，但是我们这边还可以提供一个资源的时候，我们会有以下的服务，首先是有关于法律方面的协助。
在律师的一些转状或者是代理之外，我们也会协助他去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好，那再来是如果他有紧急的急难的经济的协助的话，好，那我们也会做一些提供或者是资源的媒合。那接下来是有关于所谓生活重建的部分。好，那我们除了提供这个就业方面的媒合之外，我们也会开办一些记忆训练班，好，然后协助他们去透过这个创作或者是就业的能力，好，培养他们自信。那最后是这个心理辅导的部分，我们有一些心理咨商师可以提供这个被害人去做一些心理方面的重建，好，然后他们的重建可以让他更找到自己未来生活的方向。那我们全国各地都有分会，所以如果被害人他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透过警察单位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005850，然后来做一个询问。